错了没？错呢。错啊。今天我出门有点事，让他俩在家里面。据我的了解，一会儿这里就一片狼藉了。轻轻的出门吧，我会好好的在家陪瑶瑶玩的。手机监控偷偷藏在这里录着。还给爸爸盖被子，真是贴心的小棉袄。原来妹妹发现这里的摄像头了，看着挑衅的眼神，爱了爱了。拐了妈妈回来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款凯迪是千灵眼智能锁 K20 Pro Max， 很方便，走到门前就可以直接进行 3D 人脸识别解锁，刷脸秒开，不给你留任何作案机会。都不听话是吧？都给我出去。失败。妈妈错了没？错呢。